这日子呢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也是蛮长的时间。经历了相当多的比赛，也经历多了相当多的训练。在这边我看到威成长高了，对，妍希变胖了，长的头发还是卷卷的，然后修辰越来越可爱了。陈安好像有点皱，不是啊，陈安也长高了，皱纹出来了。对，博彦一点都没变，对，一点都不变，远看近看还是像圆圆滚滚的，很可爱。那么今天呢，比赛呢是非常非常残酷考验。今天我们六位小叔将要越级打怪，去挑战所谓的明星高中生。今天很可能在晋级赛之后，会有小朋友们无法再晋级。今天六位小叔都准备了他们礼物，这个礼物呢可以说是一个临别礼物，会送给他们心目中可能无法晋级的小朋友。长虹，你手上礼物，你觉得你想要送给谁？我希望送给你希望送给妍希？你希望他不要再晋级吗？为什么你希望妍希不要再晋级？因为有时候跟他同一组的时候，就是会觉得有点吵。你觉得妍希有点吵？珍惜你手上礼物是要送给谁？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送给谁。好，放你马。陈安，你送礼物，你觉得你今天会送给谁？我不知道。你说你觉得谁最有希望拿到你的临别礼物？修成，你呢？应该是送给妍希。妍希现在已经凉掉了，大家都把妍希当成强劲的对手。陈妍希，我看到其实你眼睛里面有东西在打转，是吗？陈妍希现在心里面想法肯定就是他被沈长虹、被修成所讨厌。我在其实，在每一集的料理过程，其实我都是蛮第一也蛮杂草，然后第二个又会嫌别人，然后第三个又是自我感觉良好，然后呢第四个有时候会没大没小，所以一定会造成别人不喜欢，这是一定。威成，你觉得你想把礼物送给谁？是送给被淘汰的人，或是评审们。或是你希望把我们淘汰掉吗？威成，我们四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四个人，如果让你选，你要送临别礼物，你要送给谁？博彦。不是啊，我们不小心问出真相来了。博彦，你现在积分最低，你自己知道吗？就算积分最低的，就算，可是如果但是赢了，还是可以晋级啊。那当然，无论如何，无论你想不想出局。无论你想不想留下来，无论你能不能晋级，现在在想这些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越级打怪，挑战明星高中生，在这里等候我们的好消息，好吗？嗯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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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！立刻出发，走吧。你在哭啊，陈妍希？在本季节目中，小厨们将会接受一连串的料理考验。每集挑战优胜的小厨将会获得积分，最终第一名将独得由 ESCO 提供价值60万元的厨房大奖。为了荣誉，也为了高额奖赏，小厨们都拼啦！今天我们小厨当家来到了相当有名的庄敬高职，我们非常开心。今天是不是一直有东西在我后面动来动去？我们到底几个小朋友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不是六个小厨吗？怎么在哪里？看看你背后吗？我背后。你是谁？我们后面鬼鬼祟祟，你是谁？小五哥好，所有的小厨们大家好。你好，我是召唤兽哥哥陈于安，今天我要来当大家的大型吉祥物，因为大家要来挑战高中生哦。好的，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吉祥物。知道你今天召唤兽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的吗？我知道，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小厨们的晋级赛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今天比赛呢是相当相当的严苛跟残酷的。没错，为了今天相当相当重要晋级赛，我特别邀请到我一位多年的好朋友。相信我，他呢正是我们实至名归的食神。有了他在，再平凡的食材也有了生命。欢迎你，吴松廉吴教授。小五哥好，大家好。看到吴教授了，吴教授呢在卢森堡世界杯的这个餐饮大赛里面得到了超级金牌奖。料理铁人吴松廉曾获卢森堡世界杯厨艺竞赛金牌奖。那么教授，您现在任职在哪一所学校呢？在宏光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。哇，远从台中就为了我们小厨当家的晋级赛，远道而来，还带了两位杀气腾腾的左右护法，这种眼神、这种表情，让我们看起来有点惊讶，有点害怕。中餐小精灵陈汉。西餐小甜心黄逸婷，这两位呢都是我们可以说是餐饮界的后起之秀啊，他们分别代表了中餐小精灵还有西餐小甜心，他们就是你们今天的终极对手。
但是你们到底要中餐、西餐，你们选哪一边？你们思考好了吗？思考好了。好，中餐的请举手。很好，那明显的手放下，这边就是西餐的。我想先请教一下阿红仔、长虹，你为什么要选中餐的这边呢？因为是觉得看起来比较好欺负，觉得有信心会打败他吗？因为中餐也有老皮嫩肉，然后切豆腐可以展现我的刀工。陈安选择西餐是喜欢西餐还是？因为我在家里通常都是做中餐，但是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。想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这次对自己有把握有信心吗？有。真的有吗？好的，中餐跟西餐的比赛队伍呢已经分出来了，现在请我们中餐小精灵跟西餐小甜心分别站到你们队伍后面去，谢谢。来，教授，小叔们回头看看，这是你们今天的对手，他们的外形、他们的杀气、他们的能力，让人不寒而栗呀。中餐指定料理：蛋炒饭、红烧台湾雕、老皮嫩肉；西餐指定料理：汉堡、巧达蛤蜊面包汤。竞赛规则：比赛时间70分钟。中西餐各取一名优胜，优胜小厨将可获得3分积分。一个人得到3枚徽章吗？对，只能一个人就得到3枚徽章。张惠寿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看哦，如果是3枚徽章这样子的话，那是不是所有人大家都有晋级的机会？但是如果说没有得到徽章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不能晋级呢？成败存亡的关头，必须要提醒我们六位小厨当家的当家小主厨，简单的一句话。事关重大，你们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，而且要全力以赴参加今天比赛，好不好？好。小甜心，你觉得这样高中生对小学生，你觉得公平吗？不公平。自己也良心发现了，为什么不公平？因为他们还比我们小很多。所以说你想要怎么办呢？让10分钟。哦。也就是说你们比赛时间只有60分钟，而我们小厨有70分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。你真的有这个自信吗？对。你呢？你愿意让10分钟出来吗？愿意。我觉得这两个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是不得了的臭屁。今天我们特别推出特别版，高中食神 VS 小厨当家，小厨当家之小厨晋级赛，马上开始。把握时间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博彦。妍希，把握你们时间好不好？你们今天要面对的是非常非常可怕、实力坚强的西餐小甜心。你西餐小甜心是你自己取的外号吗？不是吗？你叫黄玉吧？对对对。黄大哥你好。不紧张。来来，小甜心你好。你知道为什么戴这个手铐吗？因为你让我们10分钟，这10分钟是我们双手动的动作。10分钟一到，我会用我们的这个小厨当家的御用的钥匙帮他解套，让他大胆锁。啊，中餐小精灵，刚刚是你说要让我们小厨10分钟，对吧？对。向前。最后这个，双手伸出来。既然你说要让我们10分钟，没有10分钟休想我放你出来。我发现你一直在看着陈安，还有妍希他们在做菜，会是不是觉得有威胁感？很认真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他们就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。我到他们这个年纪还不会煎荷包蛋。长虹，长虹，你这个是在处理什么部分？他骨头会有血水，这样勾一勾，他血水都会跑出来。专业哦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看威腾的。威腾怎么消失了？威腾不在这里，威腾去哪里了？威腾他会继续上厕所呢，还是他刚刚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状况？哦，这个刀还有余温，威腾他会去哪里了呢？威腾会不会在烤箱里呢？威腾，这时候看着修成，看着长虹，他们还做得非常的勤奋。好，威腾你去哪里了？赶快啊，威腾，上厕所，好，继续加油。时间快到了，对，那我要唱首歌，没有唱一首歌，再怎么放你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有这必要吗？有这必要吗？所以你是不唱喽？对。现在10分钟其实已经到了，但是你不唱呢，那我来唱。我想到一首很适合我们小厨此刻心情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我们是正义的一方》，要和势力来对抗。有智慧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到底要说什么？对，接下来的歌词我正好也忘了。好啦，说了10分钟，就是要帮你放生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我希望你已经忘记了，你待会要用什么战略来做菜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开始吧。
希望你可以。我吓到了，我吓到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时间好像过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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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好了，解锁正式开始。快，来吧，王一婷上吧。然后我告诉你，西餐小甜心已经正式加入比赛，你们千万要注意。现在真的在准备要制作乔大锅汤了吗？对对对。我想跟你聊天，会不会打搅到你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是不是？那好，那我们来聊聊天。反正你动作都已经这么快了，不聊白不聊。但是希望不要聊了变白聊。哇，你动作真的好快啊！他先做乔达浓汤，我也先做乔达浓汤。你也是先做乔，你也是先做乔达浓汤。对啊。现在就到，跟这位聊一聊，就是他的积分呢是比较一般的。你现在第几名？最后一。最后，那你今天会不会有压力？有点。今天一早看到你的时候，发现你坐在那边都不太讲话，就是为了今天晋级赛在烦恼，是不是？对。回家有没有练习？有，练礼拜天到现在。昨天啦，就是礼拜二，然后我就刚好在70分钟内可以做完。那个中餐小经理啊，好，哎，你可以先跟我过来一下吗？稍微一下，没有关系的。对对对，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后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这样。像你跟威晨差了10岁，原来身高方面的差距，你看可以差这么多哎。难兄难弟吗？难兄难弟，对，我只能说难兄难弟，说得很好。现在有没有开始觉得我有一点欺人太甚？有一点，有点了，可以回去做吗？好，我们放松一下脑筋。王一婷很厉害，你的动作非常非常快速。比赛已经进了20分钟，听说我们的中餐小精灵非常的气焰嚣张，而且我也听说了，我们召唤兽已经快被打趴地上了。到底战况如何？看一看。威晨，你好吗？好。你很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请注意，现在时间剩下20分钟。时间可能会来不及。没关系，你放轻松，最重要安全，好不好？那个是小小杰冲钻，不想掉进去了。好了，我们看得出来呢，其实威晨他很担心时间问题，但时间就是这样，比赛就是如此。你千万要小心，待会再过来。嗨，冲钻小精灵，我发现你很厉害，你的动作非常非常快速。你今天是把这三个小学生当成你生命中的宿敌来打吗？不算年纪，都要打，跟他们自己比而已。好好好好，我们在面对一个优秀的少年食神，尤其他手里头有油锅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少顶嘴，免得他生气。小厨们的晋级赛来到了一个白热化的一个现场，秀珍，你觉得自己成功的把握有多大？有没有可能晋级？有可能。我喜欢你这种有自信的态度。这是炒饭吗？对。这炒饭，你现在爆香料是不是？这是火腿跟洋葱。对。好，你好吧？还好。香不香？哥哥，花椰菜头。我刚刚觉得你走了一个全线路线呢，就是你走了一个黑菜路线。我觉得你的菜都好黑，酱油色都好重。这是你故意的吗？对，有大家本来就做这样。要不要帮你？哦。好了。你有看到那个高中大女生做菜吗？没有。还好你没有看到她做菜，要不然的话你会吓到流口水。那就不要看，对不对？对。目前看到各位小厨们的表现，一切都还蛮顺利的。然后今天小厨们的表现真的跟我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。我本来以为说这么小的小学生，大概对于厨房的烹饪，这应该是一知半解。结果今天来看了他们现场操作之后，我发现他们这个不仅是这个手法相当专业呀，而且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料理的热情。最后面在三位小厨当中啊，我觉得我个人最看好妍希，因为他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的态度非常的稳定，而且他对于他的前后要做什么的思绪非常的清楚，还有他现场在面对一些困难跟挫折还有挑战的时候呢，他也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子非常平稳的将他的工作完成，所以我非常看好妍希。哦，阿红赛，现在是鱼下锅吗？对。你觉得烟一直这样冒是对的吗？对。是对的吗？对。哦，超高。刚刚这样子翻面算有成功吗？算，尾巴没断掉。尾巴没断掉，是哦。嗨，秋晨。嗨。
进度还好吗？还好。你现在在用豆腐了？对。你现在你有没有觉得豆腐感觉到很舒服？你有一种在帮豆腐按摩的感觉？有。有。那你现在都已经很忙了，如果你在我哥哥再要求你帮我按摩一下的话，会不会有点过分？会。有点过分哦。好，那就等比赛完之后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小翠好乖哦。啊哦，拉高了。没事的，待会正面就不要朝上，因为有点失败。Hello。对啊，刚刚做的其实有点失败。有一点失败。对，因为刚刚有一点黏锅。有一点黏锅，好，没关系，你先不用顾着跟我讲话，你先把你想要继续做的事做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魏晨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中餐小精灵的这个部分，做菜的速度呢是非常的快，他的思绪非常的清晰。请问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母羊。母羊，哎，不要迟疑哦，我问什么就告诉我。其实菜这些都不是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你的第二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可以不要聊天吗？好，你不跟我聊天，我也不想跟你。谁懒得跟你多聊？好了，待会见。好，魏晨，我是吴老师。小心哦，这个比较重，我来帮你好不好？好。确定他有手了哦。嗯。好，把尾巴。尾巴。把它装回去。尾巴跟有一点重。这样子好。哇，你的鱼做得很好哎，这个色泽都很香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快一点，剩下35分钟，好，加油，小心不要打翻了。35分钟。对，围城加油。修成你好，我是吴老师，目前还顺利吧？还 OK。还 OK 哦，你的鱼煎的怎么样？你自己觉得？还不错。对，我也觉得还不错，很好。彩虹你好，我是吴老师。哇，火会不会太旺了点？你要不要关小一点？对，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弄，你现在还没有把它剥开来，我建议你把火关掉，等一下它就会烧焦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慢慢的，没关系，哎，太用力不行，哎，对，没关系，稍微把那个饭粒压一下，哦，哇，我看你全身都是汗的，哦，架势十足哦，啊，接下来你要做哪一道菜？接下来这要做完以后，要中餐豆腐。哦，彩虹加油，好，加油。刚刚看了三个选手之后啊，我觉得小厨们围城是我最担心的，因为他的鱼呢，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锅子跟油都没有弄到一定的温度，所以他的鱼下去煎的时候有一点散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修成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尤其他在对于他的鱼的这个煎法，他非常的有把握。小厨们里面可能会是胜出的那一位。那高中生这一方面呢，这个我们的中餐小精灵这边的技术呢，可以算是非常的纯熟。我有点担心小厨们，因为毕竟这个菜肴里面有煎，有这个红烧鲷鱼，那我看过之后，我觉得胜算应该不高。现场30秒，我放出来了。好，大家动作要加快哦，加油！魏晨，我帮你起锅了，好不好？Hello。妍希，你今天做的怎么样？我现在在弄这个蛤蜊，说真的蛮恶心的。好恶心？为什么好恶心？你看，这都被夹得怪怪的。所以你觉得蛤蜊巧达浓汤它的重点？它的精华所在？在哪里？在这个里面。这个是什么？它是里面最重要的高汤。高汤。对，我牛排正在煎。那期待你的成品，妍希。好。我问你自己现在做汤的状况怎么样？就是没有那么浓稠。那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让它变浓稠？加面粉。现在感觉有变浓稠，对不对？对。Hello， 同学。你好。听说你很厉害，你要怎么称呼？婷婷。婷婷。婷婷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水瓶座。水瓶座。那你有觉得我在拖延你时间吗？还好啦。那同学的部分在平常有什么休闲娱乐？休闲娱乐。打篮球。休闲娱乐打篮球。平常喜欢打篮球。对。打篮球，那所以做菜是你平常的。就是好，快聊不下去了。好，希望你等一下会有出现失误。Hello， 陈安。散掉了。哇哇哇！有点焦掉了。焦掉是没有关系，但是重点是散掉了。散掉。
刚刚下去实际探访了各组的状况，装进的魔王同学，刚刚我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阻扰他，但是他还是有点老神在在。那我们小厨门的部分呢，其实大家也是都非常用心的在做。那尤其是像妍希，因为刚刚就是我这边味道有尝一口，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。那接下来像博彦的部分，我觉得博彦今天他非常的认真，他都做到满头大汗了，而且他其中他的不管是浓汤或者是汉堡肉这边，它的香味非常的香。那另外像是陈安的部分呢，刚刚最后有一点点的看起来有一点点小状况，就是肉的形状好像有一点点快要散掉，但是陈安最后也是有稳住。大家现在大概剩下5分钟了，要准备进入最后的阶段，开始盛盘，开始摆盘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小厨们还有那个高中生魔神，现在比赛时间剩下5分钟，请各位好好的把握，或许你们已经可以开始装盘了，或者可以清理你们桌面。总而言之，只剩下5分钟，请你们好好把握。阿红赛平常是对我很喜欢跟我一起玩，但是他现在不太理我，表示他这次就是全力以赴了。这个好香，秀成，你3道菜都完成了吗？我做的一方面都吃到。彩虹的也是完成了。彩虹，你谈谈你对秀成菜的外观的感觉。我们是重口味的，它是淡口味的。你们要彼此偷吃一小块吗？好。真的好清淡，我的好。秀成，你吃太少了，哪尝得出来味道？你再吃一点点，不要破坏它摆盘就好了。好好吃。它蛋炒饭有一点点咸。我觉得彩虹的比较好吃，就是我的有点太淡。剩下1分30秒。哦，糟糕，应该没时间了。现在我们整个比赛时间还剩下30秒的时间，那不够。很明显的，威神觉得时间不够，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现场30秒。我放出来了，出来了。20秒，好，大家动作要加快哦，加油加油！大家要把最后的检查完毕，然后收拾好，然后待会要记得时间到的时候双手要举高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先起锅。威臣，我帮你起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帮你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同时间也要展开我们的倒数了，10、9、8、7、6，好了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的，我们关火，时间到，谢谢。我们双手离开我们的炉台。70分钟的中餐比赛料理时间，小厨晋级赛到现在，中餐比赛时间已经结束，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试吃与评审。经过70分钟的煎熬，现在指定料理终于要上桌了。现在开始我们的试吃的时间。试吃呢，必须有评审。我现在非常非常荣幸介绍我心目中最敬仰的3位名师，分别是陈老师、我们阮老师、我们的吴教授。既然来到了庄敬高职，我们要邀请他们的同学们来参与，我们一起评分。最精英的同学来跟我们一起评分。好，现场都是庄敬高职最精英的同学。对，所以没来的都是废物，都不是精英就对了吗？你怎么这样子讲人家呢？我的错，因为这大家都是我们的庄敬高职，可以说是餐饮上面的精英，但是精英中还要再选精英。评分方式，以盲评方式进行评分，评审在不知道制作者的情况下进行试吃。每道菜投票一次，累积票数最多者取得优胜。一开始进行我们的西餐的试吃，来，我们的送菜小天使请上菜。个人觉得是这个肉啊，可能在调味上稍微淡了一点，但是它旁边的这个洋葱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是味道重了一点。但在吃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汉堡肉有点太过于松软。这是一种做法，一种派别吗？叫做干汉堡。其实是因为可能它在制作的过程里面，那汉堡肉在调理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原料，所以它肉汁的部分比较少。你的味道怎么样？
因为我很喜欢吃到汉堡里面，它如果是有加上 cheese 的话，对，所以因为 cheese 它正好有融合，比如说汉堡肉，然后整个口感吃下来的话，我觉得它带给我比较多层次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它这个可能在汉堡在摆的时候，这个肉哈可能有点不是很平均，但是我吃到了，我觉得这个汉堡的这个调味啊、香味啊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为什么腥味？汤真的是显得有一点，就像你讲，有一点那个腥味。好的，汤里面呢，就是应该要加一些面包去。那今天是用面包来当主食，所以说呢，它是呈现不同的是。是，就是有没有面包，其实是相当大的差别，不是一件小事，对不对？是，汤尝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嘞，在那个牛奶在汤的比例里面，但是很可惜就是这蛤蜊竟然带壳，是没有去壳的。博彦的汤好像还蛮好喝的，虽然他没有把壳挑出来，可是它的料感觉很多，我很想吃。吃到的感觉是甜的味道重咸的味道，在调味方面。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评分，在我手中呢就是我们的神圣的一票，在票上面呢只有四个格子，但是你一次只能盖一个章，投出你神圣一票，请开始。积分最低的两个人就无法晋级。现在到了我们中餐试吃的时间，针对中餐，我们特别邀请到庄敬高职两位，可以说是在中餐界的扛把子，一位就是我们的谢组长，一位就是我们的方老师。事不宜迟，现在我们马上就进行我们的试吃，开始。我觉得这道菜鱼肉非常的鲜嫩，但这个味道好像淡了点，淡了点。我觉得就是那个红烧的那个气味啊，香气没有进到鱼的里面去。这家的酱油不错，而且这条鱼应该是被咸死的吧？个人观感，个人观感。第二盘是长虹，因为它的那个酱汁，就是一不小心就会用得太咸或太淡。我觉得鱼做的最烂，因为味道重了点，然后尾巴断掉就算了，整个鱼肉还那个烂掉，分开一块一块的。我觉得跟前面的两盘比起来，这一盘不仅保有鱼肉的软嫩跟多汁之外，有入味，但是在后劲的时候会有一点甜味出来。我觉得这个鱼做得很好，肉很嫩，然后有鱼的鲜味，鲜甜的不会那种腥臊。我觉得这只鱼可能有点烧得比较久。从烧过头一点，觉得那个汁有点太粘稠。我觉得这道菜它没有什么味道，它可以让你很顺口，但是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对我来讲，它的口味我是可以接受，但是又微微的觉得好像调味上是不是有哪边可以更好？如果是一老皮嫩肉这道菜的话，是有点比较不符合它的提议啊。如果单单这样看，如果是说它是这个炸豆腐，真的还不错，外酥内嫩。这味道蛮分离的。其实这个块口感有点分，就像主持人你讲有点分离，感觉上它是把酱汁淋上去，没有再去烩煮那种感觉，所以它吃起来感觉就是豆腐归豆腐，酱归酱。像这种嫩豆腐如果不熟吃下去没有事吧？肠胃好一点应该没问题啦。谢谢组长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先离开。因为老皮嫩肉里面有那个老皮的那个感觉，然后里面有一点是鲜的，因为你要在那么短这么短的时间完成三次到六里，很赶时间。这个蛋炒的时候的火候不到，饭呢也炒的不够，所以呢就是蛋跟饭都火候不够。香肠焦黑蛋炒饭。你还好吗？教授，你觉得暗黑蛋炒？教授，你怎么了？气喘是？我觉得有点焦了。这道蛋炒饭色泽真的不错哈，什么颜色都有，有黄色，有绿色，有红色，而且香气十足，感觉好像是王力宏做的黄绿红炒。我觉得吃起来好黏，然后很难入口，这是黏性。
难入口，那有可能就是你口腔里面有发炎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你要蛀牙，那你肯定就要平常注意牙周病的一个保养啊。原来是。小厨晋级赛到现在还是完全不知情的盲评，今天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吴宗濂吴教授，谢谢。今天你除了当试吃员，当我们的总评审之外，现在要麻烦你来做我们的监票，是做我们的公证人。现在我们要先开我们的中餐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国宴和微臣，微臣在最后一道评审说的就是没有太好，然后因为国宴现在最后一名，然后我觉得他会淘汰，就是只要和妍希同一组或是博越就有可能吵架。妍希和博彦，拜拜。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不会是我的。微臣很危险，我最希望修成晋级，他是我的最好朋友。是博彦，因为有时候他不喜欢跟我玩。现在我们要开出今天西餐的票，一样是麻烦吴教授来当我们的公证人，好吧？陈安跟长虹，他们两个都是实力很。想的竞争对手，我会非常希望他们两个不要在这段晋级。博彦啊，因为如果博彦上去，一定会被打掉啊，所以这不用考虑啊。博彦，因为博彦积分最少啊。还有陈妍希，因为他很会跟我吵架啊。吴教授，先把我们六位小厨带进来好不好？吴教授，来欢迎。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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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来，你好。吴宗濂吴教授是我们这次的总评审，小厨当家晋级赛积分最低的两个人就无法晋级。现在我们请到吴教授来我们揭晓中餐的总分，一二三，分别分数是12分、7分、10分、9分。在上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参赛者名字，因为我们这次是盲评。盲评就是说我们只吃这道菜，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道菜是由哪一位选手所做出来。那现在我们有四个分数，是我们从最低分，一定要这么残忍吗？好，那从最高分，还是从最低分开？好，我们最低分开始。上面延伸是绿盘。长虹，你在中餐的部分获得了最低分，7分。接下来我们看的是9分的，9分的是黑盘。我们的两位可以说是小厨当家里面相当红的两位男主角，产红跟微臣得到了倒数2名，现在剩下12分跟10分的。我们现在看看红盘。其实看到这边，我们必须已经知道，这次获胜者绝对不是你们三位，第一名不言可喻，中餐小精灵。讲白了，在中餐里面。你们输了都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西餐这个项目吗？西餐可以扳回一城。西餐可以扳回一城。现在我们来揭晓西餐的总分，来吴教授。哇哦，相差太多了吧？差距3跟4，9和10。哎，哪三位小厨参加西餐组竞赛，请举手。西餐决定整个晋级赛成败得失，决定谁无法晋级。决定我们今天小厨当家颜面到底何在，决定三位料理达人还有我谢祖本人这张脸到底要往哪里摆。现在我们来从最低分开始看黑盘。陈安，你在西餐组拿到了最低分3分。现在我们来看第4分的绿盘，倒数第2名获得总分4分的陈妍希。蓝盘与红盘，红盘10分将是我们今天的西餐组第一名，蓝盘9分，只差1分，但是只差1分他就不是第一名。现在我们选择来看蓝盘，揭晓了。现在我们选择来看蓝盘，揭晓了。哇，那当然，红盘呢就是我们的优胜者博彦。在西餐这组呢，博彦呢可以说是打败了我们的这个明星高中生。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们过去1到10，就是最近的一集里面的每个人的积分，陈爱积分是8分，微臣是7分，长虹是8分，修成是7分，妍希是10分，博彦没有，我不是看到你的积分低在咳嗽，我是呛到。博彦本来是6分，博彦异军突起，
获胜的小厨可以直接拿到3枚的徽章，所以说他本来是6枚，再加上3枚，博彦他现在总分是9分，博彦现在是9分，妍希10分，闯红8分，陈安也是8分，这2位是一样的，所以今天无法晋级的小厨有2位，今天没有办法继续进行的2位小厨是修成跟魏成。我觉得结果固然重要，但是过程也非常非常可贵。修成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，在这次的晋级赛当中你没有获得晋级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看之前我们修成非常努力非常精彩的 VCR。 为什么要选这一个？更加麻那么多我们队。修成其实长久以来表现的一直很好，而且我从侧面观察，我知道丽丝对修成是特别的疼爱。我觉得修成一直都是一个很全力以赴的小朋友，而且他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他都能够用很开朗的心情继续面对挑战。陈长虹，你很多次很多次跟修成并肩作战，你有想到修成会无法晋级吗？你很难过？对哦。如果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愿意代替修成吗？谈谈你对修成的感觉，他是你最好的队友。他每次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他都会鼓励我们，要继续加油。陈妍希，你跟修成也蛮多次同组的，有时候妍希声音音量会稍微大一点，但修成通常都是那个包容的那一个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对修成那么大声吗？我下次会改进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威腾，我今年8岁。也很紧张，怕主持人的时候会做错。对，总会3次哦。七七七七哥哥哥哥七七哥哥要乖，我们都输了，加油！是让我们好棒啊！加油！太难抓了啦！刚来的时候跟现在，你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但是你学得越来越好。而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可以越坚强。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抓鸡的时候吗？还记得我们在菜市场跑来跑去的时候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一定要记得这份开心。现在我请修成还有威成把你们代表小厨当家的围裙卸下来还给我们，谢谢。今天是代表小厨当家的围裙，但是必须要跟你们说，虽然卸下来了，你依旧是我们小厨当家2位最优秀的小主厨。节目的一开头，6位小厨都准备了礼物，现在送给你心目中围裙也好，修成也好，请。无论如何，小厨当家，我们一直都在。谢谢2位，请离场。谢谢。
下一集我们将进行我们的准决赛，我把它称为殊死战。现在有几位小厨在现场，一二三四。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捉对厮杀。下一集节目当中，我们只预备留下两位，看看你左右前后都是你的好朋友好对手。但在下一集比赛当中，一对一就是所谓的 PK 战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题目有些复杂，最重要的比赛题目是什么？快速料理。在烹饪的里面，时间很重要。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食客说：“老板，快点上菜，快点给我饭，我饿死了。”当你面对这样的食客，面对这样的顾客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用你最快速的时间，最有效率，做出最好吃的菜，去满足他的胃。所以，挑战不是到今天结束，是从今天开始。下个礼拜，快速料理殊死战，我们小厨当家，下周见。卫生。对啊，对啊，小朱，你们想要吃什么好吃的来？你到夏威夷了，你到夏威夷，他一到夏威夷他就过去了，然后稳定的就成就了。面子，很尊重。全球限量，都可以组合。那我这包送你的，谢谢。第几赛刚刚知道结果了。我们最可爱的小弟弟威城无法晋级。参加小厨当家最大收获是什么？威城，就是大家都很疼我。如果再来一遍，你还是愿意来参加小厨当家吗？对。你有没有觉得在比赛过程当中对谁最不好意思的？我觉得对我的家人不好意思。啊？对你的家人？因为他们都常常陪我练菜。那对妈妈呢？对妈咪，你看着妈咪，妈咪有一直陪着你练菜吗？有。妈咪不会怪你的，而且你没有输啊。嗯。想跟妈咪说什么？对不起。不用跟我对不起啊。你很棒啊。嗯。对啊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可以一起做菜。嗯。嗯，好不好？嗯。没关系。嗯。想跟你队友说些什么呢？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晋级了，下次还要再继续努力。这就是男子汉所讲的话，在这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佩服威城的妈咪，把他教育得这么好，而且这么的大方有礼貌。小厨当家永远为你敞开大门，想来就来，我们都等着你。嗯，谢谢威城。修成，你难过是因为无法晋级难过，还是无法跟你这么好的队友一起每个礼拜见面而难过？嗯，都有。从小厨当家到现在，小厨当家到现在，妈咪有没有觉得修成有进步？他进步蛮多的，像他本来在家就是一个会做菜的小孩。妈咪也是料理老师，对，也是烹饪名师。这次无法晋级，对妈咪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？会觉得对不起妈咪吗？会。但是我相信妈咪应该不会在意这一点，她就是你的妈咪，她希望你每天都快乐，她希望你不要有压力。你应该不会放弃烹饪吧？不会。你有蛮多的朋友，陈安呢？彩虹，你想对他们说出些什么话？对晋级的小朋友想说什么？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更努力，然后就是得到第一名。那想跟妈咪说什么呢？我可能练习不够，然后所以才会输，所以我要加油。谢谢你，修成。